的电脑来咖啡厅工作，换一个办公室的感觉。所以今天给他说来录一下我们平常的咖啡厅聚会都在做什么呢？因为我今天早上去看牙齿，就想说不要带电脑了，就有时间来拍影片。我们今天这一间咖啡厅很可爱，是好，是不是苏米咖啡？爱乱拍的猪猪在干嘛？